威廉福特少棒队的时候，全举国两三点也是被家人就拉着去看棒球，从小时候就开始接触棒球了。赛谷场弄个竹棒，弄个小塑胶球，就开始，就甚至在田道那个收割完的稻田里面，就是去玩棒球。每天下午就听着棒球声长大，棒球非常兴盛的时候，所以美和中学的青棒、青少棒是非常有名的，就是南美和北华新那个时间点，民国六十几年到七十几年，我们是升学班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接触到棒球。但是我的国中三年级的体育老师是曾基彦教练，玩体育课基本上就是说，你去玩吧，那他就是去训练棒球队这样子。我住花莲已经住了二十几年了，在去运动的时候就是常常会去走，然后就看到那些小朋友去杀扫田野。然后也会去海堤跑步，就是那种就有幻想，好像以前美和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本来也想去支持郭老师，现在朋友有介绍了丁建和的，我有在支持我那个一些基层的棒球。那我也讲说，我也可以去攻向神局。加油！勇敢！乐天！加油！攻向！敌人！呜！罗叔叔勉励你们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快乐的打球，让热血的棒球队继续感动着星辰，感动着台湾。